哇，好久没有直播了，超久没有直播。大家好，大家好，我们在后台，我们在2017年年度 Hit FM Hero 颁奖典礼的后台。哎，你看后面，哎，我们在这个后台直击，非常的自然状态，非常休闲，也不是休闲，因为已经开始忙完了。忙完第一波了，第一波演出开场，所以我可以多讲点话。我刚刚好糗，我在新闻中心犯了一个大错。我被问到金曲奖支持哪一位女演唱人的时候，我讲错了，我竟然讲到一个没有入围的一位歌手，好糗。唉，明天应该会变那个头条之类的，标题之类的。就等你啦！啊，等你哦。等一下，他们那个 Hit FM 的这个几位主持人会进来这边做这个直击直播，我要直播回他。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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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们在直播吗？你们在直播吗？嗨嗨，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刚刚那个刚刚。结束我的演唱，然后非常兴奋，还在状态当中。我可以拉张站起来，那个好。哇，哎，精彩的演出，超棒，宫殿式的呈现那个 AR 的地方，然后最后还变成有点 pixel 的感觉。对，为什么会想到用这样子的方式挑战？你又 set 另外一个很高很高的标准，我觉得我有点强迫症。你就是想要一直挑战，就是别人没做过。主要是自己没做过。希望每次带给大家的表演都是有点新鲜，然后也给自己一些 很大的动力能量去推动自己吧。因为我觉得做音乐就是这样子，你要有下一个目标，下一个目标去前进。那因为唱过很多场，但是我希望每次都可以来点不一样。也谢谢 Hit FM 给我这样的空间来发挥。对，因为其实刚才我们两个就在那个电视机前面，我们两个是同时哇哦，看后面开场的瞬间，真的很精彩。对吧？谢谢，而且重你们也很用心，那个所有的一切。不只是在视觉上面呈现出一种从来没有任何人在颁奖典礼上面呈现过这种所谓 JR 的科技，而且你有20多个、将近30位的组成的一个全乐团，在那个前面唱的很过瘾，还蛮嗨的。因为这次希望带来很温暖，然后又很 live 的整个管弦乐的那个呈现。因为同时可能自己在做很多开场的一些观念，就是以前就是要炒气氛嘛，炒气氛为主，然后一定要用舞蹈，用带动。可是我想推翻自己在表演当中的一些这样的理念跟传统思维，所以这次不跳舞，这次反而是用管弦乐乐器跟乐手 band 的方式，然后制造一个不同的气氛，一个 grand 要为大家开的，我觉得也是压力蛮大，更磅礴的一种呈现。对，但我很好奇，因为你看你之前每一次都是带给大家很全新的感觉，然后这次又为我们带来这个 AR 挑战，接下来先让我准备好专辑之类的。最近在忙啊，最近就比较忙，在做一些制作案，制作物，包括自己的新歌，然后包括自己的这个刚要开始这个打造的一个训练新人。哦，对哦，对，在玩一些新的事情吗？还是想跟着你一起收徒弟？收徒弟，收徒弟。那大概什么时候会呈现在大陆？应该很快。2个月应该开始这么做，给大家看到。对，然后到时候可能再更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他们。其实每一次啊，要跟这些林俊杰来合作，不管是任何人，我想都是一样，因为知道你一直都是喜欢挑战自己这样。其实知道当时你的想法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呈现出那样子的舞台、那样子的科技，那我只能说下一次不管在舞台上面用什么样的方式演绎，那是别人要反映自己。下一个 Mega 你交给下一次演出交给别人，我们是别人，哎，我们这边已经做到了，我们有卖的一个成功了，很感觉很棒，很开心，因为原本就有一个一开始的一个初步的想法跟概念，那当然从一个那个 idea 一直到要执行它，可以完善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过程，而且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跟匹配，所以其实我觉得终于。做完了，对，对，那整个笑容都不一样，轻松很多了。不然一开始其实真的蛮轻松。最后我也要让大家带来看看刚刚磅礴的这个秀。
对，刚才那块很帅耶，而且你刚刚有一个动作是这样，而且你就是有一个是这样，我们看到这个是有一个这样，他就整个这样戴上了，超帅。真的吗？看不到，是我知道，我只是我只是在音乐里面尽量去发挥，我不知道到时候什么样。蛮喜欢，谢谢，谢谢，希望大家都喜欢，希望大家都喜欢。在这个现场啊，哎，这位是谁？哎，你要找你要找谁？我要找你。找我干嘛？我一个朋友想要跟你合照。啊，真的吗？谁要跟我合照？这位朋友是 ，Hello， 你好，我在直播，我现在有好几十万人在看现在。对，他也是一个新粉。哦，你好，你好，你好。那因为他是你的粉丝。好，谢谢，谢谢。可以啊，可以啊，好啊，等我待会儿我直播，先看这边还有谁？哎，这位美女是谁？嗨。为什么语气马上变？刚刚在那边，嗨。那假装一下，嗨，我就像很淑女的嗨，这是什么？在干嘛？你最近那个我最近在忙那个叫什么音乐剧？音乐剧做的怎么样？做的怎么样？分享一下。音乐剧很棒啊，就是大家有机会来看，你要不要来看？还到什么时候？台中到什么时候？这个月月底，我的黑暗面在那边刚好。你的黑暗面在这里，哎，刚好哎。是这种。哟，帅哥。干什么东西？哦，所以是大概这样的角色是吧？对啊，我是在里面讲话。大家好，我不是蔡明佑了。应该不会认不出来吧？哎，里面很好笑哎。他是安琪哦，他那个千面恶女，我们有演一个音乐剧，但是不是工厂音乐剧啊？对对对。哇。叫什么？没有，这没有自己，我这是我的爱好，我的爱好，我非常非常开心做这个事情。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看，我跟李佳薇一起出音乐剧。对，加油加油，因为我自己蛮喜欢音乐剧的。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哎，好，哎，这样我脸很大。那我呢？哦，言下之意，你的意思是说你脸比他小，对不对？啊，还好。那你呢？你们而已，他们而已，不是我。我没有。你没有啊？因为我发现每年颁奖典礼，每次碰到你就会变很吵。哎，不要这样子。哎，等下。谁是你开始讲话？我有一个愿望，我可以今天讲吗？啊，什么愿望？因为今天是我生日，然后我想要听 JJ 林俊杰唱生日歌给我。你像你当我们这些歌手死了？不是。哎，他们走，是有原因的，是有原因。我来拿，没关系。我来帮忙拿了。是有原因。那啥，不好意思，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都是新嘛，大家好，我是华纳新人，欢迎你哦。每年都有这个画面，
这颜色比较搭。那应该是寿星站中间呢。既然已经都在这里，那你要不要配合一下？那我们要插三支蜡烛之类的。哎，我们一人四支。对啊，为什么是三支？应该是一个问号。一支就好了。寿星在中间啊。应该我不应该换这个衣服，应该还是灰黑色，在你们才比较这个搭配。没关系啊，没关系，这样子很好，没关系，没事。我们就看的是那个，来，我们来，是不是很久？生日快乐歌，你们俩一起吧。他起好高哎，高，真煎熬式的生日歌。不要了，不要我起啊，我不会起 key 了，请你起，快点。祝，我起高，我起高，请你起，快点啦。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哇，这生日快乐有点厉害了。明明是男生还要唱女生的 key， 我们这叫偏高。好了，祝生日快乐！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现在怎么变成生日综艺男综艺的感觉？换你在中间。没有 ，OK 的 OK 的，今天是寿星。所以刚刚为什么娟姐会拿着那个？没有，因为刚刚他们要来访问我在后台嘛，然后我想说还在玩，还在玩，我就故意等他们过来，就是在等他们过来的过程，就要开一次，好久好久没开。不然这样，我们来上一下音乐剧里面。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后台我们在干什么，其实我们后台都在乱哈拉这样。对。那我们现在有点拘谨喽。哎，为什么？不知道，你不觉得这样还是有点拘谨？没有，我跟你讲，李佳薇通常在镜头前面都非常的拘谨。没错，没错。真的吗？你们听说这是什么话？你应该很了解他。很了解，你要上台。好的。把心都给你干掉。
好，我们郭靖讲了，分享一下自己在忙什么。对，我最近其实没有在忙什么。哎，讲到真的，因为我就是专辑也宣传完了嘛，然后有啦，其实有在准备一个内地的音乐会。对，在六月中的时候。在哪个城市？在广州。广州。对对对，然后如果有广州朋友在看的话，就是可以来听一下，在广州车站哦。会不会唱的歌？我，你说我的歌。对，会不会唱到我写的歌？不会。没有，这样子，这样子，你就要留到下次。我跟你讲，每一次音乐会都要有不同的，对。不会讲。我为什么会唱？开玩笑，开玩笑。什么会唱？没有，你在比谁比较尴尬？是，因为我今天真的很尴尬。我就开头。没有，我今天真的很尴尬。你为什么今天尴尬？我刚刚在联访的时候，然后记者问我，我今年看好谁？那个金曲奖。对。男歌手，我就说李伦，因为是一家朋友，好朋友。然后他说女歌手呢？女歌手，我就说。其实我没有去听每一档，所以我不太了解是你女歌手的作品，但是我一直很支持陈珊妮。啊，他没有没有。一片安静，一片安静，记者说，可是陈珊妮是没有入围啊，在他的心目中已经入围了。我刚刚应该找你去的。世界上最好的主持人就在这里了，基本上呢，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知道在姐姐的心目中，陈珊妮的作品是很棒的，所以我们继续讲是每个人心。你好会讲哦，我不太会讲话，所以我就整个破功的，我就好尴尬。对，我们现在会不尴尬。好，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今天太好笑了，我们要继续吃喝玩乐了。吃喝玩乐，对对对，晚上还有一场哦。啊，好，注意看直播，回去看那个现场直播，好不好？11 Eleven颁奖典礼，拜拜，生日快乐，耶！